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一把赵云的一个凯撒路解说。那欢迎大家来到传说对决，敌军将会有五秒的时间就会出击。那我们第一件出的是火甲。火甲这件装备呢，有一定的坦度，还有一定的伤害，所以对凯撒路的英雄来说呢，这一件装备其实是挺常用的，就特别是我们这种纯坦克的这种纯堆坦克，但是也会提升非常不错的伤害。那火甲就非常适合这一种偏坦克类型的英雄出，比如塔拉，还有的就是赞尼尔啦，其实还有很多很多，但是我一时间说不出来。我们的对手是一个蝙蝠侠，看到他我们还是要给非常大的尊重的。他一套二技能接一技能的耗血量，再接他的普攻的话，我们会挺大的伤害的，会受到，所以我们要让小兵进他，然后我们再去慢慢的清掉，不能让他耗太多的血量啊，如果让他耗到太多的血量，他就有这个推塔的机会，他又出来了。这边我的一技能开快了一点，没有解掉他晕眩的那一个效果，幸好他对我的伤害也没有做成太大了。我们带的是一个金身精灵还有金刚，对我们前期的跑线能力呀、还有坦度啊都非常的不错。看到他又出来了，我一个一技能直接拉开距离，不让他有晕我的机会。他大招就直接用来刷了这个小兵，那我们上了四等，赶快找他打一波，毕竟他也没有魔力了，直接二技能一技能，有的技能都全开，但是追不上，就欠了一个控制能力。那这边看到奇尔做了一个单收，我也没办法进塔去帮忙，可惜我们连助攻也没有。我大家又 CD 好了，直接拿来吃掉这个蓝鸟。那可以看得到，刚刚那一波就可以看得到，赵云呢是一个非常依赖控制的英雄，因为他的大招已经提供了他足够的真实伤害，那他也有一技能去做一个减控，再加上他是出一个坦装，所以基本上就缺在控制能力。第三把我们出的是冬日战壶，第四个直接接一个寒冰长袍，都提供了我们非常不错的控制能力，让我们的大招可以完完全全的打出来。这边看到他又想要来找我打一波，我上四等了，我就不用太怕他了，只要我有大招的时候，没大招的话可以适当的归一点点。在等我的火甲出来以后呢，我就完全打得过他了，他就完全打不赢他。这边看到他隐身想要来打我一波，可惜的是我的大招已经蓄力好，配合我的斩杀收掉他还是非常的容易。他刚刚那一波是误算了他自己的伤害了，他以为可以一波带得走我。玩蝙蝠侠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在这里，你以为可以一套接死他，但是你用大招位移技能上去了以后，你就完全没有退路了。看一下这边能打得起来吗？拿掉了古龙，蝙蝠侠又来了，直接一个大招，他的位移技能也没有了，就像刚刚说的，他已经没有退路了，没有退路直接就可以连得死他。从后包插一下这个拉兹，但是他做了一个反向逃跑，非常厉害的一个操作，也成功的换掉，但是我的大招也好了，一个大招二技能收掉了拉兹。那我的火甲还没有出来，哎，已经出来了。有了火甲，基本上对面要跟我硬打的话是完全打不赢我，但是也不能在塔内打。他的大招也开了，消了我一半的血量。那这一把我选择出一个物理防御的鞋子，因为我们的对线期还没有结束啊，而且对面打也是一个大风宝贝，
所以说还是会有机会去两个人来抓我，我出了这一个物理防御的血就有机会了，不是说一定可以，有机会是可以一打二的，要看对面的技能状况啊，还有他的血量状况，他又算了自己的血量，一套接下去大招普攻斩杀直接单杀掉。他这个预判杀我其实还是可以的，可以看得到我也差不多死掉，但是呢他就没有看清楚我带的技能是一个斩杀，我没有这一个斩杀的话，如果他刚刚的二技能跟一技能都系列好的话，我是有机会被他杀掉的，但是可能一般的赵云都会带一个制裁吧去发育自己的经济，但是我这一把带的是一个斩杀，带制裁也有制裁的好，看到蝙蝠侠他已经不敢主动让我打了吧，那带制裁也有带制裁的好啊，就是让你的经济非常的快速起来，但是如果你带制裁你对上强势的对线英雄的话，你没办法把线推过去，你也没办法去控制这个野区的话，你带一个斩杀就完全没有作用了，那就只能让你出一个打野斧，但是呢我们出了一个火甲伤害其实也非常的足够，所以说我这一把就带了一个斩杀，毕竟单杀能力会非常的强势，我的冬日战舞也出了，已经可以连得到他，他大招已经逃不离我的范围，他刚刚就贪心了一波了，你们可以看到他刚刚是回头了一波再使用他的大招位移，为什么呢？他想把他的伤害打出来，但是没办法，他的伤害打出来基本上对我是没有任何的伤害，我火甲物理防御鞋子冬日战虎都有一个生命值还有物理防御，他的穿透能力不是非常的强，所以是没办法穿透我这三件的物理装备，而且我第四件还是一个物理防御，又看到一个蝙蝠侠可以给我一个给不带一个助攻，现在我就可以游起来了，上路的塔已经推掉，游起来的赵云是最恐怖的，毕竟我是要叠我这一个被动技能击杀或者是助攻，会让他有一个物理攻击的提升，那这一个就是关键点了，所以如果你不出物理防御鞋子而且也不出魔法防御鞋子的话，你可以出一个游荡者之血去做一个叠被动的一个举动，这边一波会战直接做了一个灵幻伤，可以把下路推一下，现在我任何人都不怕了，看到人就直接大招一技能轰过去，那下路推完以后可以看到中路也有兵线直接转中路，那对面的 ADC 也想要来击杀，但是我一个大招轰进去普攻收掉，再一个一技能普攻再收掉拉兹，接下来我们会出一个德鲁伊，为什么出一个德鲁伊呢？其实我是非常需要他的跑速，有人就比较喜欢出仙灵，其实也可以啊，毕竟仙灵的魔法防御会比较高一点，而且还有一个减 CD， 也是对赵云来说非常的不错。那德鲁伊也有德鲁伊的好处啊，有一个回血量的一个效果，就是被人打了以后会在短时间回复 8% 的一个生命值，再来的就是他的跑速，我也是非常喜欢他的跑速，这边可以看到凯撒一巴掌就巴死了两个人啊，看到非常搞笑的一个画面，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这个凯撒 buff 啊，仙姐说这一波对面非常多的人，我一个大招轰过去做一个反杀的一个人，看一下还能爬吗？爬不了咯，那我们继续说一下，如果刚刚是凯撒死掉以后他们才死掉的话，他们就不会有这个凯撒 buff， 如果是他们死掉了以后凯撒再死的话，他们就会有这一个凯撒 buff， 那这边最后我会出一个拳头，
这边看一下这波他们怎么打，他们两个都有凯撒 buff， 就是他们死掉了以后凯撒再死的，最后出一个拳头想要他最后那一个非常厚的一个护盾，还有一个物理攻击、物理防御、魔法防御，这边直接从后一个大招抓死了特安纳斯。后期赵云我已经成神了，对面谁看到我也要害怕，不管是坦克或者是后排，坦克我也不用太怕了，毕竟是一个真实伤害，他再多的坦度也是要承受我这一个真实伤害。直接大招轰进去补攻，收掉了蝙蝠侠，顺势的把上路塔给拿掉，直接就可以一波了。这边对面死了两个人，直接再进场一个大招轰过去补攻，斩杀收掉了一个尾刀。我的状态不是非常的好，这边拉兹出来的话一个补攻再收掉拉兹，特安纳斯要死一下，一个大招补攻，好，拿了一个助攻。那这边就差不多了，如果大家想要看吕布还有赵云的一个 solo 赛的话，可以去看我上一部影片，谢谢大家。那这边看一下 MVP， 一个 24.9 的输出， 21.2 的乘数伤害，干得漂亮。那给队友们都点一下赞哈，12-14的一个战绩， 11.5 的 MVP 值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